香菇鸡肉啊，还有一个梅干蛋，酸菜主要吧，酸菜主要吗？不要，就不要下面那个。这有纯正的那个。在啥呢？在拿牛肉，后背牛肉。牛肉爱吃，后背羊味的还爱吃甜辣的。看我这傻不了没有？生海给你个号来。谢谢。点击这个想念。来小伙子，你这烤肉的。谢谢。来，你这烤肉。我都湿了。没事，湿没事。我这烤肉。来，小伙子。来点，我给你们一杯，太好吃了。瞅着不好看，但相当好吃啊！就是长得不太好，就是好吃。要一个美食菜的，菜还是五种馅呢，三分钟。来，现在点睛住啊！你什么小姨来了呗？医院的，你看看，我挺厉害吧？真的小姨的。哎，中文挺好啊！来呀，太火，长得多好看呢！您俩一个国家的吧？我属京满之后首品德，长得好看。原先他那国家叫东巴基斯坦，是吧？哎，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原先是一个国家来的，后来分开了，叫中间隔着印度。在那边，我告诉你，告诉你俩贴来。你不费力还挺厉害。俺家我爸。那个手机扔里头。好看。来，有没有没点睛的？现在点睛住啊！我要个梅干菜的。好，梅干菜一个。不要，我这做完了这个。啊，榴莲来一个。啊，我那个能换成梅菜锅肉吗？行，哎，能换。能换。这个。没给号啊，这先来的，没给带的，没给号啊。说戴白口罩的没？梅菜锅肉。好到账，8元。别给他了，你都做完了，你得别干我呀。哎。是换成梅大锅了是吧？对，没人用手抓。是我爸活着能跟他简单唠。你爸会刚家刚家拉鱼的？搁那家待二年呢。刚家拉鱼。西姆西姆叫你说啥语言呢？说英语吧，是吧？不是，不是吧？英语吧？他因为啥呀？他印度，他原先都归印度管，但是印度叫那个英国殖民类的是吧？哎，所以他都说英语。也来中国几年了？三年了，来三年了。他来几年呢？他也三年呢。那他说中国话，你咋听不懂？那你白来三年了吗？听不了，听不了啊！简单单，你能听懂了是吧？他不说。太火了！